Oh.
咱白事，那是咱的警察。让电池吧，神准教授。那咱们呢，今天就是这么啊，就是请见我北干吉星堂的钟门神啊，钟学生来祖庙祭祖公。打捞了，感谢我在这里先感谢各位啊，对咱们吉星堂的招待。如有不礼貌冒犯的地方，请不要跟我的学生请管。是啊，是。哎呀，您说这句话很有道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是本来就是不分里外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神与神之间的事情，跟人没有关系。是，请。我稍后下马，咱们团吧。好。啊，我要跟我的接生夫人聊天去喽。好。看看，我给你，OK。